看这个剧本真是超有趣的，开场就出事了。燕青又是你，不会的，叫个燕青就对了。寂静之森，我干好长的，等一下怎么那么长？一二三四五六七，我靠，他们有七关呐、啊！我看哦，敌人都是一排问号。啊，就随便带一个问号好了，来一二三给你们选一个好了，有三个问号，反正我带都用自己的队伍打，也没差啦，随便选一个，我们刚自己的队伍打就好了。哎，都是刺客哦，那就用刺客吧。哎，我还被能力弱体，干为什么？为什么我被能力弱体了？为什么？为什么我被能力弱体了？坏！不管开战。第一节 ，Unshnot， 天亮之前。啊，到了空间内部，真的一片黑，什么都看不到。塞勒姆郊外的森林啊，时间呢啊是天亮前的深夜。如预定一样啊，真的好暗。哎，大家没事吧？哦，罗宾汉来了，有了有了 ，Sade Sade， 都是干呢？怎么说呢？感觉很奇怪呢。已经知道是黑雾之中啊，可是为什么一点都没有光呢？哎，他在说什么？他说哦，有一点点光。他说有，对，他说真不愧是罗宾汉，那视力真好，我完全拜托你警戒了。吼，交给我吧。然后呢？啊，我也确认了一下天空。哦豆，马上发现了可疑人物一号。啊，这个是男的，这是跟传说的魔女不一样。啊，是男的魔女。啊，那是我要说的话。啊，我差点不小心打到你了呢。欧亚斯米纳塞啊，你们两啊，欧亚美纳塞，哦嘞，对不起，不是我，是欧亚美纳塞。你们两个，那、啊、别吵，啊，就别吵了。啊，好不容易啊，装扮成了演员。那、啊、要是你们那些讲的话很奇怪，不就很可疑吗？真不愧是顶级的马塔哈利高手。哎，和罗宾汉后面有个人，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哇，索雷亚多斯，哦，啊，びっくりして，哦，吓死我了。哎，你不就是新人纳塔那哪吒太子吗？啊！你突然站在那边啊，还以为是什么漏人形、什么人偶之类的。人偶是没有意志的。啊、你的讲话好奇怪，我日文就已经够不好了，为什么哪吒讲的话好像是中文，又好像是日文呢？他、啊、原来是五月啊，我还原来是月姬啊，我还以为是 FGO 呢。那、啊、什么？那、啊、什么？你我日文就已经看不懂了，然后他再用很奇怪的日文去讲很像中文的东西，你是人偶也吗？算了，就这样吧。抱歉，那就是，反正就抱歉，忘了吧。大家可能不想讲坏话啊。大家都在吗？啊，哎、欸，所以是五个人，他不是说六个人吗？哎、欸，我想想看，Master 不算那个不算马修有六个嘛，所以有 Master， 然后现在有罗宾汉、马塔、桑松、哪吒，然后那个美迪亚六个。OK， 对了。久等了啊，已经习惯黑暗了。那边的是美迪亚小姐是吗？现在先别离我们太，不要离太远哦，美迪亚小姐。我知道了。啊，转移呀 啊，是融合了科学跟魔术啊，永远都习惯不了。好了，总之包含那个前辈在里面啊，七个人确认好装备就走吧。那去村子中心吧。哪吒，纳塔啊。不过啊，这么多人啊，我们这么多人还用走的？达文西小姐有没有好好准备啊？至少准备个马车什么吧。喂，废话很多哎你。啊，只要有最基本的道具就够了。啊，那就是转移啊，最少东西就好，剩下的就从那、啊、当地去找吧。
这不是史内克吗？不是每一代的那个特工神谍开始都是我只给你最最最基本的一把手枪，剩下东西你就自己去找吧。哎嗨，知道知道了，我们就是没行李的演艺人员。啊，莎士比亚的老大看到了，真不错呢。啊，对了，话说我们还没有决定团名呢，怎么样啊 ，Masa？ 对对，我也很在意呢，我们要决定团名哦。好，那我们就叫 DA 剧团吧。哈哈哈哈哈！哈 ，DA 剧团啊，不错。笑什么？真没礼貌。哇，桑松你好凶哦！桑松，你可以不要那么凶吗？哎呀，那 Widow 那他怎么学者先生就说，他说你太想法太就是太老派了，但是啊。瓦鲁克就说：“我说就是说还不错啊，并不代表我这就是比较就是站在高处去看哦。”好了，我知道了，你们俩别吵了，抱歉。学姐啊，那个前辈啊，剧团啦，这剧就是演戏剧团，就类似的东西啦。那学姐学长，前辈啊，那个罗宾汉啊，跟桑松他们两个之间啊，是不是那个各是不是关系很不好啊？因为都很认真吗？妈耶，算了，总之就这样吧。那放心啊，跳舞是我擅长的啊，而且啊还有两个什么 Hanasaki Kanjo 啊，就在旁边伴舞的吧？我吗？对了。那个哪吒是京剧《西游记》里面重要的登场人物呢，那我也是吗？对对对，啊，需要的话啊 ，Master 也一起上来跳舞吧。啊，交给我吧，搞不好我会一个人啊抢尽风采哦，前辈，啊，如果啊是 Master 的期望的话，就来吧，力战奋斗，明那克罗西全部杀光。喂，不可以全部杀光啊！你干嘛？你们演戏而已，你想对客人舞台开炮吗？啊，总之先确认一下吧。我们的装扮，是演艺人员，不过看起来像是东洋人，行吗？没问题。啊，我调查过了那个文献了啊，17世纪末大航海时代的尾巴。就是大家因为就是在开拓新大陆啊，移到新大陆。当时的欧洲啊，跟东印度公司还有亚洲啊也很有关系哦。所以呢啊，东南亚的新香料啦，印度的纺织品，中国的茶跟瓷器都会送到那边去。所以啊，塞勒姆是英国人开辟的殖民地啊，也是有很有贸易，就是贸易很兴盛的城镇。东洋人在那边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哦，是啊。大英帝国什么哦，三大欲求之一就是茶。所以 demo 啊，就是虽然其实已经有了一种可能他们会有种族歧视的预计了，所以他们对他们那个17世纪知道也有限。对了啊 ，DA 啊，你有跟加勒底联络的手段吗？加勒底的通信装置吗？啊，美迪亚从你没从达文西小姐那边听说吗？啊，总之，他说要确认一下现况。他说我们已经啊，主角可能就是骗他说啊，我已经再也回不去喽。骗人的吧，在这种地方。开玩笑的啦，前辈你真是的。总之啊，我们有一些特殊的器材，不过设置是要时间的啊。到了加勒等，卡勒迪黑呢？我可能怂了阿斗啊。还有什么？他说等之后再来回报给加勒迪吧。那是要谁来用呢？这个通讯器材啊，只有那个前辈可以用啊。因为啊，这个空间其实都被魔术给阻挡通信了，所以呢，啊 ，Master 的令咒啊，去跟那个机器联动啊，就可以避开这个东西，所以就是这样了。
Octo 啊，这是反正就是利用一个后门系统那样子传进去就对了。啊，总之他们就进去了。嗯，想的真多。哎，怎么了？你有什么急事要报告吗？嗯，没有，有点在意而已。等等，有火光。哎，嗯，我们已经到了塞勒姆里头了吗？呀，不对，这个是人家的田吧？哎，就比起是那种住宅是田，而且还有好多人，还吵吵闹闹的。偷偷看一下。Minna Huaido Ashu 什么？白桦木吗 ？White Ash 的树枝是不是白桦木？我猜的啦，我也不知道什么树啊。你们有什么的树枝吗？啊，这是魔法之杖啊！敲门啊，大地三次，然后看不见的门三次 ，Red Tap Tap， 咚咚咚。门的前方是外面的世界。这样的话。在我们面前显现圣灵吧。嗯，你要说什么呢，阿比？啊，这是你所希望的未来啊，我们所在等的那个谁。然后呢？啊，是从不在这个地方，在遥远我们所不知道的世界，啊，可以实现真正愿望的圣灵。啊，那我要一个比雪还要白的洋装，那、啊、让他可以回头看我。这样，那我要一个什么什么狮羽毛的鸭，什么意思 ？Blue 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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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 什么样的什么 blue blue net 的头发随便啦，反正他就说我要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一个头发之类的，啊啊，告诉我未来的结婚对象吧。哦，这个人好实际哦，如果我讨厌那个，我就可以先把他砍死，然后就可以换一个了，赞。啊呀！萨明娜，大家把你们的帐点火吧！丢丢丢吧！什么叫丢丢吧的歌？丢丢档啊！哦，丢丢吧 ，no 套，马吉奈 no 套，太伊马修，那一起上这个丢丢吧的歌吧！哎，嗯，なんですか？阿里亚，喂，那个在干嘛？啊，像乌鸦一样矢量的秀法，好奇怪，乌鸦的秀法很矢量吗？我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啊，嗯，就是年轻女孩们啊，一股热情啊，就是好像是村姑们，哎呀，好像是很开心的舞蹈，我也去。不过已经是深夜了，还这种年纪的少女们啊，出来散步。哦，那个是提图巴哦，那个就是那个 tuba 哦，哦，哎，日本人的英文真的是。好 ，T2 啊 ，T2 吧，哦，对啊，那就是我之前有提到的那个嘛，就是最早被那个被那个审判，就是被告的那三个人之一，对 T2 吧，对 T2 吧，啊，这么多少女，我知道，我看过很多作品，少女们在深夜出去了，我懂，难道是什么陷阱，还是魔术的仪式？嗯，你感觉到魔力吗，美迪亚？嗯，没有，不过好像很不妙呢，嗯，为什么？不稀了，倒不如说反过来，什么都感觉不到。来到这边的时候，一直一定的是那种意思。他说魔术，哦，他说魔术的感觉非常的迟钝。他说：“罗宾啊，桑松，还有马塔哈利，你们可以就是进行啊那个灵体化吗？”哦，可以耶，嗯，哎，不行，哎，为什么？这到底是？难道你们被瘦肉了啊？简单来讲，就是理论上那个从者应该是可以灵体化，就是可以，就是比如说可以变透明啊，或是变你摸不到。那如果瘦肉，就是指说他们会变成是有肉体的，对。啊，为什么什么时候突然已经变成不是 Seven 了？几个？不对，这不是瘦肉，不如说啊，好像被塞进了某种容器里面一样。啊，雷转移之后就一直就觉得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嗯，谁？哎
这个好奇怪哦，糟糟，这只看起来，它这只看起来就怪诡异的，它头上还长了一只脚，真的没问题吗？嗯嗯，有点可爱啦。你是国兵，把弓放下，还是小孩？虽然有点大意，不过先听他怎么说吧。你好啊，小姐，您在这做什么呢？有什么呢？一朵，哎，学姐，嗯，她是刚刚那边女孩子们的朋友吗？哈，原来是深海七姬。嗯，友達、そんなのいない，朋友，才没有朋友。あろう、啊。抱歉吓到你了，那你看到不好意思的东西了。我们啊，并不是什么奇怪的啊，他妈的，法国的军队还是逃兵啊，不逃非逃不可啊，逃了。哎，他往树林里走了。你等等啊，桑松马修啊，等一下再处理他。哎呀，你不觉得那边在烧火的样子很怪吗 ，Master？ 哎，咕噜，嘎嘎！大家啊啊，就说不要，就是最好不要散离开，会被攻击的。怎么会？这边怎么会有野兽呢？快逃吧，阿比，快逃！等等啊，先拿火。对啊，拿火，野兽就怕了。呀！喂，不要乱跑啊！回来，你看，就是这种团队里面，就是有一个喜憨儿喜欢乱跑，然后就被咬死。各位有没有看到？我就跟你讲，就是这些人了，有没有？就是有这种智障。嘿，嗯，哎呦，哎呀，新世界的野兽啊，怪兽真凶猛，真狂野。哎，您是哪位？先打。你们都没有发现被怪兽包围起来了吗？真是的，这些小姐，你们啊，差点就变他们的晚餐的主菜了。魔的气息，这个是已经到了畜生到外道的怪兽了，野兽。妈，哦，不对，团长，那交给你了吧。啊，先把他们 ，OK， 那玛塔哈利啊，把那些女孩子们给带走。嗯，是的，学啊不，团长。村子在那边对吧？走 ，OK， go， 走，真的是猪队友，这猪队友差点就被砍死了，还好罗宾汉来得及。哦，状況開始。哎，这音乐是新的吗？我妈等级真的就一半呢！哇靠，好狠哦！いただく。捕らえた。受諾いたしました。ええ、黙りなさい。全員死になさい。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哪吒的那个攻击力，哇帅哦，哇靠帅耶，哦这个哪吒有点帅耶，不过为什么我觉得他的招式都是用腿踢的呢？你不是应该用应该用手上的刀吗？你喜欢刀到底是来装饰吗？该抽爆抽你妹！
当然支援另外两只应该是罗宾汉跟桑松。だから全ては無駄なのに。損傷ペイン。いいわ。とてもいいわよ。了解。いいわよ。哎，我听不出来。永遠の美、久遠の宴、老朽は時の果てに。ファントムメイデン。ゼイ。死になさい。虽然没什么必要，我还是决定财宝居玩一玩了。神領受諾いたしました。風よ集え、過信レースを起動、カラクリ元宝、ロンジュー。適正反応の沈黙を確認、戦闘終了。哦，经验值哦，判值好多、哦。哦，觉得打这种主线剧情的判都好多，赚。头都没的啊，最后一集啊，总之啊，我就带着 Master 先走，接下来交给你们了。西卡西库雷瓦啊，还好啊，这种程度的对手就还行。嗯，但是我们的战力啊，很明显的变一半了。嗯，难道是因为啊，这个伪瘦肉的关系吗？脆弱的啊，简直像是人类的肉体一样。啊，之后还有严苛的战斗，该怎么办呢？确实啊，很辛苦，但是担心没用。桑松哦，桑哦，我刚刚还在想这个桑松是什么词？为神兽哦，他就讲桑松。哦，对啊，那是宝武啊，天运建离不毛之地。啊，反正他意思应该是说没人要帮我们，然后在这种不毛之地只能祈求神佛加护吧，大概是这样，随便的。啊，你还真是积极向上的哪吒。嗯，你呢，美迪亚？你一直在旁边看戏。嗯，因为战斗的话，那个怎么啦，美迪亚？难道你对我们啊，先把敌人打倒不好吗？一样。你们会不会做过头啦？我懂阿鲁比诺呢？什么意思啊？嗯？你看不太懂啊，那什么意思？索尼，米拉列塔。嗯，就看不太懂他们那刚刚那美迪亚那句什么意思？嗯，我在想这个他美迪亚是不是在讲说。哦，他是在担心刚刚那一个是不是？啊，反正他上中之后下去片尾看一下，对了，然后，哦，他的意思说被白人孩子看光了，哦，所以还有个小朋友在这里哦。哎，不对啊，不是那个谁都带走了吗？可是我刚刚没看懂，所以我想问马塔，哈利不是已经小朋友全部都带走了吗？哦，原来是他是这个意思哦，他是说被小朋友看到，哦，所以还有小朋友留在这里哦。他说没关系，要先去调查一下，然后那我就去调查这只野兽。哎，玛塔哈利，你做事可以那个吧？你可以认真点吗？啊，前辈没事吧？嗯，前辈，
啊，马修，干你这什么提词人？你第一句话就露馅了，被发现了。啊，不是，我是说那个，就是笑，谢谢。啊，嗯，在这个野森林的野兽那边啊，带我逃走。啊，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啊，桑松、哪吒、美迪亚之后弄完就会来了。啊，嗯，没事吧？那你先抓着我吧。我都是打啦，因为就太突然，那、啊、脚就在抖。我是 DA， 你是 DA？ 嗯，我叫阿比盖尔啊 ，Abigail。啊，我住在啊这个塞勒姆。啊，你们到底是啊，也不像坐船来的，也不像来卖东西的。嗯，是来这边巡礼的吗？可是，嗯，总觉得你们穿得好奇怪哦。嗯，我们是 DA 剧团，那、啊、是旅行的剧团哦。啊，如名字所示，他就是团长。那、啊、虽然还很年轻，因为我们在要去塞勒姆的时候迷路了，那、啊、就进到了森林里头。剧团，哇哇哇哇哇！难道你们是从波士顿来的吗？好棒好棒啊！有真正专业的剧团呢。专业哦，我们这个剧团演戏不太行了，打怪比较行了。嗯，大家一定很开心。话说今天是哪一什么日子啊？啊啊，叫我阿比就好喽。那团长先生，你说日期吗？嗯，日期已经变了，是4月21啊。昨天那、啊、是安息日。嗯，西历吗？1692年。哎，1692年4月，那我记得还没有开始审判的样子。1692年，那是我看。大哥，你吓死谁啊？靠腰哦，阿比盖尔，那是谁啊？原来是你的伯父啊！你的伯父看起来怪可怕的。哇，大家一个警戒啊！一堆小朋友在那边啊，就是找了一堆小朋友在深夜里面离家出走，到森林里面去做什么？啊，算了，我等一下再问你。伯父啊，这几位是伯父，真的有点可怕。等级减半打怪也不行哦。笑了笑了笑啊，哦，旅游的剧团，我从别的女孩那边听说了，你们拯救了他们。DA 小姐啊，你这个团长让我跟你说谢谢。好了，这个时间啊，到塞勒姆那边啊，还要找到住宿来，有点辛苦。那可以的话，就什么，就说要找到路都不容易。那总之啊，要不要来住我家呢？我知道那个 Lovecraft 的样子啊 ，Lovecraft 比他还要再瘦一点吧？哎呀，那就不好意思了。妈，真的吗，伯父？太好了，好开心。阿比盖尔，不要那么吵吵闹闹的。你呀、啊，害朋友危险了，一回家就马上给我回房间。明天早上你的早餐跟午餐只能喝水，还好不是说你的早餐跟午餐只能喝，我是说只能喝柳橙汁啊，因为柳橙汁比较酸嘛。如果你都没有吃饭，直接喝柳橙汁对肠胃不太好，是不是啊？所以只有喝水，事实上是比只喝柳橙汁来得好啊，明白了吧？啊，我记得，当然到我说可以为止啊，你也禁止跟客人们交谈。嗨，わかりました。ゆとりにします。知道了，谢谢，明白。对了，抱歉。啊，我是学者啊，我收养了这个死去的妹妹夫妇的女儿的阿比盖尔。对，我的名字叫做 Landulf Kata。对啊，总之我们先回去吧，啊，已经有点凉了，那你们先在床上休息休息吧。啊 ，Tituba 啊，对，刚刚有讲嘛，那个 Tituba 啊 ，Tituba 就是会帮你们准备点吃的。提图吧，就是那个女佣嘛。